哎，一大早就被蛋蛋给叫醒了。哎呀，在我这个床头啊，扒呀扒呀扒。哎，我起来了，走，带你出去出去转转吧。我今天有点冷啊。我这个温度表呢？我这个温度表最低是5度起步，现在它到底了，我也不知道外面几度。哎，外面下雨了是吧？外面有点下雨。走啊，丹丹。我的天，不是下雨，是下雪了。哦天哪，下雪了，我以为下雨了。哎呀，怪不得这么冷，雪车上还没积雪啊。2021年的第一场雪，你们那边下雪了吗？我这儿已经开始下雪了，冬天来了，怪不得蛋蛋不停地叫我起床，原来外面下雪了。哎呀天，哎呀，真冷外面，大家能感受到这个雪有多大吗？可能拍暗的地方就能看得出来了，拍暗的地方。走，蛋蛋，走，我们蛋蛋变成小雪孩了。蛋蛋，啊，好大的雪，太冷了。我今天到，我要到玉树那边，这边到玉树还有100多公里，万一这边大雪，山上封掉了就麻烦了。走了。今天呢，我到玉树呢还有120公里，我看了一下导航。大概现在出发的话，大概中午能到吧。我早饭还没吃呢，中午到玉树吃早饭。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山要翻啊，所以说我趁着下现在下雪刚下嘛，我就赶紧走吧。万一到时候山上面下雪封住了，我还挺麻烦的。很多小伙伴关心我们家蛋蛋，开车的时候他怎么做呢？给你们看一看啊。蛋蛋，蛋蛋每次就这么做，他呢也不，他也不往那个窗户外面看，他就这样做的，对吧？就盯着我。困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，只要我车子一停下来，他立马就是满血复活，上车就这样，蔫巴巴的。刚刚给蛋蛋买了些狗粮，还有一个梳子。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刚买了一包狗粮吗？我换了一包，他那个他不爱吃，不爱吃嘛，我这边再买一个好一点的。哎呀，其实也不一定太好吧。但是在网上发的话，有时候时间不好，这边没办法，只能在本地买。买了一个10斤的，这个狗粮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一包要140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不管它了，只要蛋蛋喜欢吃就行，对吧？再去买点菜，那边看到有一个卖菜的地方。看到了，就在对面。玉树这个城市海拔蛮高的，咱们拎这个10斤的狗粮，再买点菜，估计等一会儿累趴下了。这什么菜？放了一点。哎呀，蛋蛋，哎呀，给你买了狗粮，
给我买了口粮。哎呀，现在在玉树啊，玉树这里市中心还是挺好的。想一想去哪儿？